上来做一个介绍。应该呀、啊，有认识的，有不了解的。是，我叫刘鹤春。嗯，旁边这位是我的搭档。对，刘哲老师。不敢当，刘老师好多观众都很熟悉。是吗？好多人特别喜欢他，大家伙捧啊。好多人私底下问他，嗯，说刘老师，哎，您是洗澡的时候让水泡发了吗？这叫什么问题呀、啊？这就是对他这个形体比较感兴趣啊。说我其实没有，嗯，我对他最了解。对，从小吃的胖是，所以呢，体型显得就富态。哎，那没错，因为我们两个人是从小一块长起来的。哎，我们叫发小啊，小时候老在一块玩，可不，有时候天晚了，嗯，哎，我就在他们家吃饭。哎，这常事儿。有时候赶在我们家呢，嗯，就在我们家吃饭。哎，不差我这一口，反正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多。哎，后来我们家就穷了。那这是嫌弃我了。吃的稍微多一些，我赶上长身体嘛、啊、小时候老在一块待着啊，可是现在呢，嗯，工作也好，生活也好，嗯，彼此都比较忙碌，不经常见面，很少有时间在一块聊聊天。可不吗？我老说上您家看看去。来呀，也没有时间，这也是忙的。上礼拜五我去了一次。哦，上家玩去了。还不是专门去的，我可能没在家，那天有事情，嗯，路过你们家门口。哦，来到您家门口一瞧，嗯，哟，嗯，这不是刘哲的家吗？是啊，既然是刘哲的家啊，我得过去打个招呼啊。啊，那应该呀。来到您家门口，嗯，啪啪啪一打门，怎么样？就听里边叽里咕噜啊，出来一个人，这人摔死了。嗯，您先等会儿。你们家出来人都叽里咕噜的是吗？这个应该是什么声音？叽得嘎噔皮鞋的事儿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啪啪啪一打门啊，就听里边叽对的嘎噔的出来了。哎哎哎，是，这儿别断句儿 啊，连起来，别断句儿，连起来。哎，叽得嘎噔对，皮鞋声音响，是是，一听我就知道了。哦吼，不是旁人，哪位？是你媳妇儿。哦吼，我的嫂嫂。这耳力，哎。干嘛还嫂嫂啊？还我喜欢这么叫。哦，因为西门庆就这么叫啊。他拿我当那卖炊饼的了。你媳妇儿，我的嫂嫂啊哈。因为你媳妇儿有一个小特点。什么特点？喜欢唱。哎，倒是爱唱，一边唱一边走出来了。是吗？我给您学一学。哦，他怎么唱的？这个意思的，您给学学。哟呵，淅沥沥沥把门开开，说啦啦啦又把门开，开开了门啊来哟，嗯，原来是刘秀才。哎哎哎哎哎，这要说没事我都不信，我感觉。哎哎哎，干嘛扭什么呢？啊啊啊！这不唱小曲儿吗？哈哈哈！我一听你媳妇儿唱一上句儿，嗯，我得接个下签儿啊。他这还有下句儿。我说我才来，哎哎哎，八成是没买着票。嗯、啊，你媳妇儿一瞧我说话了啊，讨厌，哟呵，缺德，死鬼！哎，这都什么话呀？这都怎么老不上家里来了？嗯，想死我了。哎呦。我知道啊，最近你结婚了，对对，娶媳妇儿了，可不吗？用不着我，那是怎么着？给洗衣裳了，这别老大喘气啊！给洗衣裳了，我连起来说 啊，怎么了这是？这你媳妇儿啊，跟我开两句玩笑哦，她开玩笑，我不能开玩笑，那是老嫂子比母小叔的事儿，这是老景，我得客气客气，嘿嘿，忙呗，是不是？你这叫客气吗？你这个，嗯，是有点忙，我得解释解释原因呢。啊，嫂子，嗯，最近我是没来。哦，哎，没来呢也不怨我。怎么回事？我妈不让我走邪道。这话对。什么叫走邪道啊？您家那个街道不是邪的吗？那叫邪街。有日子没上邪街来了。啊，对，老太太身体怎么样呢？哦，老太太就是她母亲。哎，我妈，我们两个人是把兄弟。没错，我管她母亲叫干妈。太对了，她母亲岁数大了，是老干妈。可不，我妈是辣酱是吗？我妈官吃老干妈。这别官吃了，没老就干妈就完了。干妈身体怎么样啊？啊，你媳妇一听，哈哈，
你问老太太呀？对，上房了啊，那得拿棍儿捅下来吧。什么叫拿棍儿捅下来？废话，我妈是猫是怎么着啊？什么叫上房了？她是说在上房屋呢。你把那屋字带出来，这我得瞧瞧啊。嗯，来到这儿能不看看你母亲吗？那得看呢。来到你们家院里头一瞧，哦，院里站着一女的。女的，这个女的长得这个模样呢，嗯，跟你媳妇儿差不多少，差不多，但是呢，比你媳妇儿稍微矮一点儿。哦，这人是谁的？这您不认识啊？这是我小姨子。你小姨子啊？正剃光头呢。那要出家是怎么着啊？不是，怀里头抱一孩子啊，请了一个剃头的师傅，给孩子剃光头。您把这话说全喽。这见了面，我得打个招呼啊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应该叫什么呢？哎，您就叫妹妹。对对对，哎，当时就是这么叫的，可不吗？我说，妹妹是，妹妹，妹妹，这是多难来的呀？这是干嘛？你要耍流氓是怎么着呢？最近可严打呢，就表示热情啊，热情。哈、啊，妹妹多难来的呀？小姨子说话细声细语的，好听着呢。爷来火烧来着。这是我小姨子呀，这旁边剃头的说话了。谁问他了？没问你，就是我问的是妹妹。行行行，说话老这么贱不嗖嗖的、啊。我昨天晚上就来了啊啊！你赶紧看看老太太去吧，去吧，看看你母亲呢。嗯，来到上房屋，推开门一瞧，哦，你们家呀是三间房，是中间呢是个客厅，嗯，旁边一挑帘子，哦，是你母亲的卧室。哎，你母亲坐在炕上，嗯，正打盹呢。老年人瘫叫，哎，先生，就这什么动静？这是你妈说梦话，说梦话，她可能做梦梦见自己是一匹马。我就纳了闷儿，您说这叫什么梦？这叫是啊，啊！我一瞧老太太今天这穿着打扮啊，跟平时还不一样哦，不一样，穿了一身红，哎，都是红的，是是是，脑袋上戴了一朵小红花，太对了。上身穿的是一个中式对襟的红色棉袄，哎，下身呢，嗯，就是一个红色的钉子裤，我买的，过去。那钉子裤像话吗？不是，你们家地暖太热了。啊，这咱们那也不行。嗯，红裙儿，红裙儿到脚面，到脚面。哎，从膝盖到脚面，太对，那就是丝袜。从腰到脚面啊，从腰到脚面啊，一个红色的长裙儿。哎，长裙儿坐在那儿。嗯，您说这不年不节的，怎么穿的这么靓丽呢？我说你这人吧，是记性，怎么呢？这都能忘啊？我妈的好日子呀，你妈结婚？对呀。你妈结婚，那什么叫好日子？说话呢？什么叫好日子呀？我妈的生日啊！你妈的生日啊？我不知道啊，这都能忘。我要是记住了，我提个蛋糕看看她去。嘿，你妈的生日可不吗？一点印象都没有了。你说你都忙成什么样了？你妈的生日？对呀，你说我这个记性这是怎么了？这就白疼你了。你妈的生日啊？你说怎么了？这是？哎呀，我这、啊、可不，你妈的生日，你妈的生日。干嘛摁瓷实了骂是怎么着？是不是你母亲的生日？你母亲的，你母亲过生日啊？这不挺好吗？啊，我没记住，非得简化，我给忘了。讨厌！我一瞧老太太穿一身红，嗯，坐在这儿，嗯，这我得打个招呼吧？啊，打招呼吧。过去鞠了一躬，得，老太太，您好啊！啊，我妈怎么说？你妈没说话，那是没听见。您大点声，大点声，哎。老太太，嗯，您好啊，这回行了，还没说话呢，那您再大点声，再大点声，耳音沉。老太太，嗯，您好啊，这回可以了，还没说话呢，啊，不，听我的，您惊动惊动，惊动惊动，哎，这耳音太沉了。老太太，老太太，是，啪，哎，我说你这什么意思？你这个惊动惊动，你这叫惊动吗？你妈急了，能不急吗？当时就冲我嚷上了，多新鲜呢！汪汪汪汪汪汪汪！你妈才狗呢！你妈怀里抱一狗，我扒了狗身上了。你倒瞅准，说明白了。狗冲我嚷上了，也别说，嗯，人有人言呐，兽有兽语。是啊，我叫你妈好几声都没答应啊，狗一叫它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你妈醒了，听得懂。你妈才懂狗话呢，
我说你再这么说话，我掐死你，你信吗？狗把你母亲吵醒了。你好好说。老太太一揉眼睛，嗯，嚯，要啊！我当是谁呢？认得他，原来是贺春来了，喜欢的。干妈，是我来了。嗯，今儿是您过生日吧？您看我什么都没提，嗯，我给忘了。嘿，不稀罕东西，瞧瞧，人来了就好。是，家里头什么都不缺。嗯，我说好吧。啊，我给您磕几个头吧。嘿，我趴在地下咕叽咕叽咕叽下撒旦。嗯，什么叫下撒旦？你们家磕头都咕叽咕叽的是吗？你母亲吃那口香糖吐地上了啊，沾我脑袋上了，咕叽咕叽咕叽。瞧这恶心，您找那干净地方，找一干净地儿，咚咚咚磕着仨头。嗯，坐起来跟你母亲聊天挺好。一抬头发现对面墙上哦贴了一幅对联。对联一看呢就是过生日写的。是吗？啊，写的这个字还不错哦。上联是天增岁月人增寿哦，下联是春满乾坤福满门。哎，我说老太太，对联是谁写的呀？啊，刘哲写的。哎，我写的。他写的是可以呀、啊。嗯，那字写的不错呀。嗨，但是呢，嗯，依着我，咱们改一改，改一改，改一改就更贴题了。我这怎么说呢？上联是天增岁月人增寿啊，今儿您过生日，咱们改成娘增寿。娘增寿。对了，这好。哎，老太太挺高兴。是是，上联改下联也得改呀、啊、太对了，得对账啊。没错，我裁了两张纸，嗯，改完了贴上边一念哦，比原先更通顺了。您给念念。上联是天增岁月娘增寿，那下联呢？春满乾坤爹满门。好，我全送你们家去。我你妈乐了啊，挺好的。别好了，别好了。好什么好？老太太好客呀，没听说过有这儿好客的吗？我们娘俩正说着话呢，嗯，就听外边砰砰砰有人敲门。哦，来人了，有客人来了。是，得出门瞧瞧啊。啊，得瞅瞅啊。谁出去看去呢？啊，你媳妇在厨房摘菜呢。哦，小姨子在院里还给孩子剃头呢。这孩子头发怎么那么长呢？我去看看吧。哦，啊，打开门一瞧，嗯，您猜是谁呢？谁呀？你仨姐姐来了。仨姑奶奶，大姑奶奶、二姑奶奶、三姑奶奶。是，都没空着手。哦，带的礼物。是吗？而且都是活的。嘿，大姑奶奶拿了两只羊。呵，二姑奶奶抱了两只鹅。不少。三姑奶奶拿了两只鸭子。你瞧瞧，我一瞧赶紧接过来吧。哎，您给搭把手。一手搂着二姑奶奶，这可不，一手抱着三姑奶奶。嗯，骑着大姑奶奶。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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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握秋了，你都给我撂下。你骑着我姐姐像话吗？他们的礼物说清楚了，抱着鹅搂着鸭子，这骑着羊就轰进来了。嗯，咣当把大门关上了。这不挺好吗？刚关上我又打开了。怎么又开开了？姑奶奶们关外边了。哎，什么眼神啊这。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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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咣当把大门关上。嗯，往上方屋走。哦，还没进屋呢。嗯，门口又来人了。又来人了啊。这是谁呀？我也不知道谁呀。哦啊，坐车来的。啊啊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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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叫三蹦子吗？这什么车呀？这是，这三蹦子可能外边声音太嘈杂了啊。再说你们家来人能坐三蹦子吗？那按理说不至于，最起码也是那奔驰啊。那可不啊，打开门一瞧啊，好车，奔驰三蹦子。哎，这不没说一样吗？这不，你们家这街道太窄了啊！从那个大街上下了车，打了一辆三蹦子进来了。说清楚了，上面坐着一个女的，哪位？长得特别的漂亮哦，长发披肩，嘿，细眉毛，大眼睛，鼓鼻梁，小嘴儿，啊，尖尖的下巴，好看啊！穿着这个旗袍，呵，啊，高跟鞋，嗯，挎着一个小包，嘿呵，尤其是在下巴这儿啊，长一痔疮，漂亮。哎哎哎。光痣没疮啊，美人痣旁边长一疮。哎呀，不行啊，光痣没疮，光有痣没有疮。哎，这长一美人痣。对，这是谁呢？这都不认识。老妹妹，老妹妹啊，我都不认识了。嘿，小时候老在一块玩啊，多少年不见了。可不吗？我还问呢啊，我说您是谁呀？得，一说这个妹妹不乐意了。那肯定的，讨厌。你瞧，缺德死鬼，这跟我媳妇都一学校毕业的。还我是谁？哼，不认识我们啦。哦，我不就是老妹妹吗？你瞧，你忘了啊？小时候咱们一块玩哦，做游戏过家家。嗯，我演那个新娘子啊，你演新郎官。嘿嘿，我大哥演咱们儿子。哎，
你忘了你？我打小就缺心眼儿是吗？我哦，这是老妹妹啊，这是啊，赶紧的吧，从这三蹦子上把她搀下来了，这她搀下来了啊。虽然说现在天啊还是很凉，嗯，可是从这三蹦子上边待时间长了呢，啊，闷得慌，她热呀，穿的又是这旗袍啊，下来之后一个劲儿的，得凉快凉快。这个过去。那谁家大姑娘满大街撩旗袍啊？不这样，能撩往前头撩吗？哦，这样，哎，后头也没有，啊，跑什么宴啊？他为了展示一下那个丝袜呀，啊，这用不着，特别的什么展示？特别漂亮，嗯，也没空着手。我，哦，拿的什么？带了两只野鸡。哎，怎么还野鸡呢？还这跟你妹妹的职业没有关系啊？我用你解释了吗？我你母亲喜欢吃野味。哦，山货，带了两只野鸡啊！啊，我赶紧接过来吧。嗯，啊，这姐儿几个来的上房屋，嗯，跟你母亲聊天说话。哦，你母亲特别的高兴。那可不，大伙儿也特别的高兴。是，轻易的凑不到一块儿。嗯，大姑奶奶出了一个主意。哦，说这么着吧，啊，咱们姐儿几个呀，今天以带来的礼物为题目。嗯，每个人说四句诗。哦，给咱妈拜寿。这还挺新颖，大伙儿都觉得不错，不错。他出的主意，他先说，可不？我先说吧。嗯，我带的是羊。哎，今天上寿两只羊。嗯，堂上坐的是有寿的娘。好，今日吃了长寿面。嗯，愿我娘福寿绵长，福寿绵长。好词儿，你妈乐了，真不错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先慢点。这谢谢干嘛还这样？干嘛招财猫是怎么着？这个表示庄重，庄重。上了年纪的人，你对儿女感谢，你得庄重一些。谢谢，啊，谢谢。现在庄重都改成这样了，是吧？你太活泼了不好啊！啊，谢谢。有，谢谢。行，扭着您这，这太浪了，这就，啊，是，这还不地那个呢。他说完了，给二姑奶奶了。哦，该我说了。是，我带的是鹅。嗯，今天上寿两只鹅。嗯，堂上坐的是有寿的婆。好，今日吃了长寿面。嗯，愿我妈福寿三多，福寿三多。这也不错。你妈乐了，谢谢，谢谢。又来一回，谢谢。嗯，他说完了，该三姑奶奶了。三姑奶奶带着什么呢？嗯，鸭子。哦，今天上寿两只鸭。嗯，堂上坐的是有寿的妈。嗯，今日吃了长寿面。嗯，愿我妈富贵荣华，富贵荣华。这也不错。你妈乐了。谢谢。没完了是怎么着？表示感谢。讨厌。他说完了，最后你妹妹说，老妹妹。人长得漂亮，那是词儿说的也好。那大学毕业，该我说了。我今天带的是野鸡。对，当然了，嗯，跟我的职业没有关系。哎，你再解释这，我抽你啊！我今天上寿两只鸡。嗯，堂上坐的是老野鸡。哎，说错了。今天上寿两只鸡。嗯，堂上坐的是阎婆惜。对，阎婆惜干嘛？说错了。今天上寿两只鸡啊，堂上坐的是陈冠希。什么乱七八糟？说错了，应该是什么？有寿的。嗯，今日吃了长寿面啊，愿我妈跑肚拉稀，跑肚拉稀。全都白吃了，你妈乐了啊！谢谢，这就别谢谢了。耳朵不好，没听清楚。寿与天齐，大伙其乐融融。嗯，我一瞧时间不早了，哦，你媳妇还坐在这儿呢啊，我能饶得了她吗？那可不。这话我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呢？冲你媳妇一努嘴儿，哎呦呵，哟，啊，我这，哎呦，我这，哎，先生，哎，什么脚气后遗症是怎么着？怎么是脚气长这儿吗？啊，干嘛？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啊，叫你媳妇做饭去，做饭说话就完了。嫂子走，做饭去，干嘛？你啊，怎么了？我都怕你撅过去。直接说嫂子走做饭，说话不就完了？不合适啊！啊，人大伙都在这儿，嗯，大伙都是客人，嗯，我直接说嫂子走做饭去啊！大伙都得帮忙动手，能让人家客人动手吗？这个日子就应该我跟你媳妇去做饭去。你想吧，姑奶奶们是客人，小姨子还在院里给孩子剃头呢，是不是？也是客人。哎，我跟。交朋友就得交你这样，对不对？对，太对了。所以悄悄的还得交你这样朋友。哎呀，又一下，哎呀，反正就这个表情有点作死，你知道吗？你媳妇一瞧，啊，哦，呦呦，这可能是对上暗号了。
我们俩来到厨房，嗯，把门关上。哦嚯，哎，插好了，是窗帘拉上。哎呦，挪回大面缸，把门顶上。啊啊，哎呦呦，呵，二位，哎，二位，要干嘛？又关门，又插上，拉窗帘，还挪过大面缸，还得顶上，干嘛？二位，做饭呢？做饭啊？你们家做饭至于这么费劲吗？不是，你们家那个抽油烟机不是坏了吗？啊，是坏了，跟这有什么关系？你如果敞着门，敞着窗户啊，油烟子跑出去熏着你母亲怎么办呢？熏，你母亲岁数大了，是气管不好，可不，气管炎啊，整天的抽烟啊，是不是？是怕熏着你母亲呢。这个朋友想的就是周到，那可不嘛，这个交朋友就得交你这样的，你想的太多了，你是是是是是，怕熏着你母亲，嗯，哎。我们在这屋呢，得做饭啊啊，做什么吃好呢？我们正商量呢。那还商量什么呀？啊，吃面呢？吃面，对，应该是吃面啊。过生日最讲究的是打卤面，对，打卤面长寿面，对，一整根，哎，一整根啊，不能断，哎，我们揪的碎碎的。那可不，碎碎的，嗯、先生、嗯，谁家过生日吃揪片儿呢、啊？这生活怎么那么坎坷呢？这个。不是你母亲不是牙不好吗？啊，怕咬不烂。不行，那不行，啊、一整根儿，一整根儿不能断，不能断。哎哎，给你母亲再做面吃。那可不，我们正在这儿做着饭呢。嗯，坏了，怎么了？上房屋打起来了。不，这谁跟谁呀、啊？你儿子跟你母亲打起来了。这祖孙俩怎么能打起来呢？说起来呀、啊，都怨你儿子。哦，平时啊就宠得没人样。我那倒是。今天家里来人了，更了不得了啊！上蹿下跳，嚯！最后跳在那个方桌上啊，抱着一个大的胆瓶跳舞。好，我养回猴，忽悠悠，忽悠悠，啪啊，摔了哟，胆瓶粉碎。哎呀，里边有一个宝贝也给摔了。缺德孩子，有那么一根烟袋啊，白铜的锅，乌木的杆，翡翠的嘴儿。是是，你母亲的陪嫁，没错，陪嫁呀。啊啊，就当初你母亲出嫁的时候，嗯、啊，你姥爷给她的。太对了，现在这个东西也值个几十万。得一摔两半了。你这孩子，我告诉你，翡翠的嘴儿摔得粉碎。嗯，怎么办？嗯，你母亲能不生气吗？那肯定的，教育教育她，得说说她了。倒霉孩子，就是啊啊。啊哪儿玩不行啊？嗯，上蹿下跳，嘿，我打不死你，我打不死你，打您慢着，打不死你，下不去手啊，啊啊！你别这样，我，他也不舍得，下不去手啊。是我明白。你等着，你等着，哎，你下回打我，嗯，隔辈儿疼。下得去手吗？就是我这腾踹飞了。行行，你等会儿吧，你不下不去手吗？下得去脚啊。哎呦，儿子这啪啊，抛物线的形状，我的妈呀，啪摔那儿了。哎呀，你母亲过去了啊，抓起俩脚往墙角上磕磕，啪，我是哎呀，是是是，扔起来了、哎、啊，怎么着，拿拐棍接着啪，哎呀，没接住啊。哎呦我天哪，孩子摔着台阶上了，孩子没法要了啊，嘴里边往外喷血。哎呦我天哪，牙都摔掉了。是是，躺在那儿哇哇大哭。嗯，能哭出来就不易。他这一哭啊，嗯，你媳妇儿在厨房听见了，可不，母子连心呢。太对了，让他出来瞧瞧。那可不，我的天哪，就是母子连心，这当妈能看见孩子受委屈，宁可自个儿受委屈，孩子不行。我看您说，哎呦呦呦呦呵，先生，您先等会儿，您先等，嗯，挺忙的你，我看你这，我看还有一这动，这干嘛这是？这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说清楚了，解围裙。解围裙，解围裙，你们家这围裙弄得跟围脖似的。再说这后边这是解围裙吗？你给我讲讲。你们家这个围裙原来那个袋不是坏了吗？啊，后来改了改，定的有点高，高后边那个袋呢？啊，就改成挂钩的了。挂钩的围裙，围裙后边这袋改挂钩的。对呀、啊。哎呀，那改的还不算高级啊！我看我们街坊那围裙是打这儿开始的。你说的是围裙吗？废话，你说那是围裙吗？我的天哪，你看你街坊的围裙干什么呀？你管着吗你？有点变态吗你？不是，解围裙啊，别解了，解围裙啊，整理一下头发，嗯，因为那个头发呀，嗯，让烟熏乱了。这话说的，您这瞎话编的都掉地上了，知道吗？嗯，头发让烟熏乱了啊，熏乱了，这烟劲得多大呀？这得，你媳妇出来一瞧，哦，儿子躺在地下，是哇哇大哭，可不吗？嘴里边喷血啊、嗯，心里头什么滋味啊？哦，又怎么了这是？嗯，哎呀，淘气来着。哎，你看都快死了，哎，你看，可不？哎呀，怎么这样？你倒给抱起来呀！这叫什么妈呀？这叫心里头什么滋味都有啊，不知道干什么好。
有心说老太太几句吧。啊，敢！姑奶奶们都在这儿。嗯，不说呢，心里都憋得慌。哦，他们一着急呀、啊，怎么着？唱了几句，唱上了。正在耶，我的厨房哎，来做菜。忽听见上房吵起来呀，原来是老太太呀。尊一声我的老太太，你慢着动手哎，小了孩子你又想不开呀，老太太不明白呀，爱来自要老太太不明白呀。啊，我到这会儿了怎么还飞眼呢？这儿因为我站你妈后边呢。啊，你少提你。你妈一听怎么着啊？摔了我的烟袋，你还埋怨我？是，当时你妈那火腾也上来了，那能不急吗？把这拐棍一扔，哦，打上了？没打，嗯，也唱了几句。哦，怎么唱的？张氏女呀，怒气发，开眼骂声小冤家，摔了烟袋，反把我埋怨呐，活该你这辈子啊！怎么样？嫁一个王八？去你的吧！